で、国会に答弁でも嘘ついてって、もうさ、嘘ついたらあかんとか、キリちゃんでも分かっとることやのにさ。もしこの動画が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、いいね、コメント、シェア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哈喽，我是刘坤，又到了我们家的每日一餐时间。今天要做一个我想吃了好久的饭吧，也好久没吃的一个菜，排骨面，就是做过排骨面吧，好久没做过了，也做一次试试吧，看看能不能成功。排骨面我没吃过，我也没见别人做过，就是凭自己的想象来做一下看看吧。买了排骨的话是，这个384克的话是342块，日元，买的是40%。打折的，打6折，所以的话还算是比较划算吧。好了，现在开始做吧。好了，把排骨洗完之后，冷水下锅。我这个姜我就不切了啊，我就拍了一下就行了，把姜汁出来就行。料酒，来点三件套，葱姜，料酒，煮它。好了，水开，把这个排骨洗一下，接着再晾一下水。好，起锅烧油。一个人是先把肉放进去，因为有水，不怕崩了。我的话是这个时候放点冰糖，少放点了。冰糖化了，然后粘在那个排骨上，算是起到一个糖色的作用吧。这是我个人想法啊，这是自己想法。没想到我用我的这个坏办法，也貌似成功了。看，起着糖色的小泡泡。再稍微炒一会儿，应该就不错了吧，能成糖色了。看一下，切小块的可以把这个泡放到旁边的锅里，看已经是糖色了。然后放在这个锅里，这个水是开水啊，我刚才烧开了已经。好，水开了，下面条。这个面条稍微难煮一点，一会儿等面条煮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把这个青菜撂进去。再煮一下。2000 years later，现在来汤，怎么样？还有谁？好了，饭做好了。饭做好了。谢谢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先让我的捧场王尝一尝。好吃。安定の美味しさ。好吃。这个面刚好，面也很筋道。今天我闺女不在家，所以就让我老婆一个人吃一点吧。Deep cream いらんなこれ。な。对了，今天吃了饭，跟大家聊一件事啊。貌似对，安倍晋三有可能要出事啊，大家都看新闻了，在日本国内闹的也是比较厉害的新闻。各个台的新闻都开始报，具体我没太关注。好像说是安倍晋三，就是他每年就是做那个安倍晋三的后援会吧，有个叫赏樱会，就是看樱花的会。做这个事儿是可以做的，无所谓。但是他好像里边有3000万日元没有票，就是没有那个开发票，没有开具体的用途，就说是不是安倍晋三把这3000万日元收入自己的那个荷包里了，就是有点漏税还是贪污的有意思吧，这个具体我不太懂啊。最近闹得比较严，风风火火的，有可能要出事啊。没从总理退下去之前，就在那个国会问答的时候，就有很多人攻击他这个事儿，然后这好像就是不了了之了吧，不能算不了了之了，就是稍微放了一下。前段时间他从总理这个地方退下来之后，然后菅义伟当上新总理之后，又有别的党派的议员又开始攻击安倍晋三这件事儿，我感觉搞得有点焦头烂额吧，所以看着有点悬了，不知道监禁还是罚款，这个不太懂，有可能不太好。避けないよ。日本国民としてさ、国のトップが、ルール守れやん。桜を見る会だってそうやん。この政治資金の中で決められたやつでするのは問題ないけど、それを大幅に超えてさ、自分の経費でやって、で国会に答弁でも嘘ついてって、もうさ、嘘ついたらあかんとか、キリちゃんでも分かっとることやのにさ、なん
かやっぱりトップになると大変なのはわかるけど、就是如果是正常正当的做这个后援会是没问题的，就刚才我也说了，他说假话了，他说那个就是3000万的发票他扔了，就没那发票扔了，所以大家都说这个事儿，3000万块钱的发票你扔了，可能不可能，有点太搞笑了吧？所以有很多人就攻击这一点。还要食べる？馒头碎。好了，我慢慢吃，慢慢喝了。这期视频到这儿了，喜欢视频点个关注。你对安倍晋三这个事儿了解吗？如果了解的话，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我真的是不是很了解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拜拜，期待你的点赞、评论、点赞、转发。收藏，收藏，拜拜。